资深的私迷，我们的赖清德副总统。继续要邀请我们的私迷赖清德副总统，虽然有点尴尬。欢迎魏全龙队来到总统府。接下来我们这里有个资深私迷，就是我们赖清德副总统。就内心来讲，最强的球队还是同一支。我希望这种尴尬的情况不要让我再度发生。我会在总统府迎接统一师的到来，等你哦。